放大型的，这是一个货车司机都在用的一个链锁机的打法。接下来我们教大家那个技法，打法简单，安全牢固，一节一节啊。首先我们找到绳头的位置，给它折锁，打一个半扣，半后方提起一个绳环，形成绳环之后，绳环下方拽住绳，再拉起一个绳环，反复这个动作啊，重复上面这个，拽起一个绳环，向下方拖拽住绳，继续再打出一个绳环出来，依次在这个绳结上，我们打多个这样的节点，大家看，重复上面的动作啊，我们向上方绳环向下方拖拽住绳，向后一拉，这个节点就形成了。这样的一个链锁结，货车司机都在用的一个非常实用的链锁结。系完之后，我们捆绑物体是非常实用的，收绳也是非常巧妙的。解绳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找到绳头的位置啊，绳头的末端，我们用力一拉，这个节点就轻松拉开了。大家请看，瞬间变成一根绳，将绳子恢复如初。